有点热哎。嗨，嗨林佩，嗨小雨，嗨各位好。要不要买啊？海带，等一下哦，不要给我进来。吃过饭了吗？有吃过早餐？剩三个，蕨类钻石，钻石我忘记。不见了哦，没事哦。要买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叫小鱼帮我外送，明天吧，明天你们就外送过来就好了。好啦，今天想办法盖地狱门吧。哇，好久没玩空岛了。石头几个啊？六十本书，二四六七八九十。相同。直接跟你下单，那我要吃丹丹。一二三四，哦，我现在是有点累啦，昨天四点才睡，然后早上八点就起来了。
等一下哈，丹丹的话跟你来呀、啊，送过来呀、啊。我觉得这效率真的是夸张到我每次都已经开始懒得清他们了、欸，选项。就是很懒得清这些、欸，然后里面都已经爆了，懂吗？哎呦，身上有这些东西还在清包包，好危险哦！好危险哦！你看，这就是我喜欢玩空岛的原因。然后，腐肉其实真的可以扔的。干正事，先睡觉。送到台中跟你交接。不用担心皮革问题了，我私下稍微种了一些东西。然后就是我们想说杉木要怎么办啊，然后哦有这个在，然后我就获得了很多杉木。哦，哎呦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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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我好奇是为什么丛林木没有长大，然后不是之前有个驴子吗？驴子我好不容易驯服了，然后给他马鞍了，也给他箱子了，就马上被树吃掉了。那我给他干嘛？真是气死、欸！好，我们开始工作，那就是。这边往地狱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哦，还有现在，我现在蹲下会非常痛，因为我的小拇指昨天，我的小拇指昨天咬指甲咬太深，现在小拇指昨天是有流血。
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二、三。几岁了还咬手，压力大好吗？我已经十几年没咬指甲，什么咬手是咬指甲，咬手。奇怪，我，我想一下哦，我们家小孩子都会咬，看一下哦，对啊，都会咬指甲。如果手指会痛，没办法，我是要盖东西啊，我谁知道我今天要盖东西会用到小拇指，而且我画画的话也会用到 Ctrl 加力啊，所以我也没办法画图啊，懂吗？做什么都不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嘟嘟嘟嘟，而且咬指甲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要好了，找丑。啊，就跟你讲说压力大，你是要我生气是不是？是我讲不清楚吗？我是还有改掉好吗？最近又咬回来而已啊。而且我是我们家指甲最好看的、欸。我爸也会，我爸是不会咬指甲，不过他指甲天生就很短。然后我们家小孩子其实指甲都是遗传到我爸，所以我们家就是不是椭圆形的，而是那种。很像就是水桶这种的，就是这边就是指尖嘛，对吧？这边就是指尖，啊，这边是有月牙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指甲是这种形状。
可怜的小鸡，被烧死啦！我这真的，哦，别看。啊！这跑得出来哦！我上次才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会突然被小僵尸咬到？我才想，看来要放凋零花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的手算好看的嘞，吧？不知道。哟，那再来就是中心点，这里。对哦。这边中心就怪怪的了，一二三四五，这里，对，这真的不是一个圆欸，早知道不相信，不要相信自己很会盖圆了，根本就不圆啊，傻眼。二三，有没有自己给搞？明明不会盖圆，硬要在那边算，丢脸。左脚撒眼什么？昨天欺负我的左脚，多换两桶岩浆桶，不然不会对称。傻眼！多换两桶哦，我看一下有什么烧过的石头跟书，书少一本。然后本来找到那个可以自动钓鱼的那个城市，不是城市啊，就是它是一个额外城市，然后可以让你缩视窗，然后继续钓鱼。我想说，哦，那这样子我就缩着视窗画图，但是我发现我不能按 Ctrl 力或一些那个画画里面的那种按键，我都按不了，所以就是不能画图啦，讲白了就是不能画图。不能开画图台。很惨。想说哦。那至少可以画个图吧。殊不知。不行。
我现在没有钻石稿，我盖错会很惨。所以等一下我如果水桶那些倒错，我就完蛋啦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这边，导演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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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完美，爸。嗯，怎么会有这把？见证繁星崩溃的时刻来了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好的，第一阶段完成。